酱。嗯，对，就挺好吃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我们那叫糖果子，它就有什么差别？很少就看到这样的，可能现在原来常吃，但是可能后来只有赶集的时候才有。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这看到了，赶快点，挺香的。跟油条不像吗？它会就是在上面裹一层糖，是甜的，嗯，又甜又咸。福建吃这个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问他，就油条。福建早餐吃什么？很香，油条啊，包子啊。山东，山东早餐吃什么？豆浆、稀饭、油条、豆浆、稀饭、馒头、面包。现在差不多了。嗯，面条。湖南呢？湖南吃粉。三个豆浆，四个油条，一盘小菜，一共12块钱。还有个小菜。哦。来follow一下最新你问的情况。哦，没有，就之前我们有朋友去过嘛，然后本来才去过，才去过，刚刚去过，然后本来新消息，本来想一块儿去的，后来我们那不是去了新西兰嘛，嗯，然后反正就他说没有什么，他的紧张的氛围就没那么重，啊，对对，然后我们可能今天早上又和一个曹哥在这边呢，他是2014年去过，然后他也去拍东西，然后他说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应该是好像好了很多了啊。嗯 ，OK。香肠手擀面、私房牛肉面、欢迎纪念品尝。矿泉水儿。距离这边就是丹东到朝鲜的一个口岸，然后刚才我们有询问一下，一共有两个口岸，这个口岸是坐火车入境，还有一个是汽车入境，因为火车它每天能通过的人数量有限，只有一趟车，所以呢这个口岸还算相对人比较少，另外一个口岸的人每天会有1000多人次就是去朝鲜旅行，就是近期算是很火热，就这个热度有提高，因为来这边来了3次嘛。啊，对，然后那个我们等一等，然后就准备去过关，每个人发了一个那个签证的纸，就是办好了的。好吧，走吧，塞到签证里，塞到护照里面，在护照里面，然后也会提醒说有一些不合适的漫画呀什么东西啊，自己就是要处理一下，手机里的啊，对，因为可能就是会例行检查嘛，走吧。2122，这边啊，对的，就是在厕所旁边。哦。哇，那个大叔好粗鲁，一把把我推开了。上中下。开始是桥了，桥开始。这是断桥，比先那个朝鲜战争美国兵给他打，这个断桥这时候这个桥就建得这么有规模，这个就是德国人建的，德国人建的。哦，这边是可以上去的哈，本来就是个旅游景点，插满了红旗，这就是过境了。还有信号吗？你们看手机还有信号吗？其实你看着你们信号什么时候消失了和我说一声。还有信号。没有了和我说一声啊。这就一桥之隔。五几年的时候被炸掉。那个时候这个桥建的很霸气。新义州。已经到晚上过去，就是晚上看他们看到这边还有些灯亮，我们到朝鲜可以回去，这三张那个船是他们的吧，那个大船，
都不签了。哦，这是个邮邮。啊，那就没有了。他们在施工，还是个游乐园？거기장점이아니야哎，他们的游乐场。哦。哎，真的耶。游乐园，还跑步。不是还有检查员吗？这个游乐场就直接就在这个一个声嘹亮，不想杭州，不想写作，更不想一起青岛。这里就是灿烂的故居，中国城。什么时候这个要检查吗？还要？那那要检查，进站了就检就要检查。查的现在封吗？还是怎么？所有的包都没拿。手机还要打开查吗？手机要看里面的。已经完全没信号了。哦，没有信号了。嗯。微信都确认了吗？签证好。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安检时间，两个小时多。然后呢，现在又开始发核算，我还是把快递发起来。不是车厢发的了，是我们旅行社发的。就是因为来这边必须是要就是跟团的，但是你可以一个人跟团，两个人跟团，三个人跟团，也可以二十个。嗯，然后这个两个多小时的安检，大家都饿得不行。就是手机、笔记本这都要登记，现金登记，行李打开检查。电子设备什么的特别小心，相机什么的、电脑什么的，但是都可以带过的。游客一般检查的不行。这个菜要说吗？你可以尝一口看好不好吃呢。看着就那样。看着就很肥，我都不敢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鱼吗？鱼肉，嗯，好，有咸味。好，现在是吃播时间，开始吧。吃个盒饭。我们现在是从新义州出发去平壤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朝鲜的城市风光。新农村，这是新义州还是在？还是在新义州？对。然后你刚才是骑着单车，就这种骑单车的景象，就我们现在看的不那么多了，是吧？但是感觉还是挺有感情的，就是看到这种骑单车的画面。
它前面这个房子应该是整体规划的，不知道是干。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是，就是至少是哈，这些人都是真实的，就生活在这儿吗？这些房子现在都就是整体规划的，你看都是红的、绿的、红的、绿的。哦，他们说只要是带阳台的，就是居民住宅。那个中央可能那个都有你中央干的够，这条江也挺大的。啊，这是个什么江？也是沙子嘛，也是。这个是很宽的了，算是啊。分支。盖了一部分。盖不起来，不是炸断的。炸断的啊！不是铁桥，它炸断的。哦，这哪个一样？跟这个一样。我们就是一样，我们这不就是个桥吗？啊、就是炸断的那个铁桥、啊。但是只是个遗迹。遗迹留下了，不是说盖没盖完啊。向日葵，它一般都种什么植物？你现在水稻，现在这个呢？这都是水稻吧？这个黄豆吗？这黄豆，五谷不分，我们都是。是体不齐，这个跟我们那个国内的朝阳种的一样。啊、嗯，里面是水稻，完了那个道路上两边都是种黄豆。啊、嗯，黄豆，还能种玉米。玉米种不了。那我看他种田地，我以为他种的田地。哦，这里没有，但前面有种的。有，那是半山腰种的旱田地。哦，这个叶子的是黄豆。你看这下面这不是玉米吗？哦，起码得把朝鲜那个农作物了解清楚。不，别人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，就是懂得就知道了。人家说了，玉米我种在河道边上，水冲了玉米往上走。
玉水冲了玉米，水冲了，这玉米熟的时候啊，因为发大水的时候都是全熟，啊，对，啊，水冲了玉米还能熟，啊，那我要是种到那儿了，我就收不了，啊，对吧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九月份嘛，玉米收成。玉米九月份收成，就是大水发完了，水稻九月还能收，水稻还没冲了就没了，啊，还没长起来，啊，像你娃娃吗？城里，南方过去跟北方的拼酒量，喝两下就喝晕了。酒量不还行，这酒架不过多啊。他这个真的有点上头，没喝多少。他是2.7米的房子，2.4米的高，2.4米高，很漂亮。他这房子，你看，这个也很漂亮。也有，这个是根据已经高丽的那种汉浴房啊，设计的，都是后来修的。汉浴房是什么房？汉浴房。哎，那个韩文写的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写的是浴池，洗澡的地方。哦。这个小绿皮车坐在一路上，哎呀，很生活化，很生活化，特别好。可惜没网络，有网络这一扫什么意思？下次要再来就带一个那个会韩语的，青岛也多。飞训，训飞。刚才那不是去餐车喝了一些酒嘛，然后就醉了，躺了一会儿，然后去那个吐了。因为我平时不喝酒。就挺好的，这一路感觉挺舒服的，然后景色又漂亮，你看外面，景色又漂亮，然后呢就很自在，所以真的挺舒服的。现在快到平壤了，大概还有十几分钟，这高楼就多起来了。稍微有点变化了，对对对，之前就全是龙亭，车也能稍微多一点了。对，那这龙还盖得花花绿绿的。对，放了火烧。哦，还有小孩也有那个游乐啊，游乐设施。现在都放假了吗？这人多。嗯，几天？4天吧，说是说5天，实际上也就4天，最后一天又回了。嗯，直接变化了，刚才两边都是田地了，哪个是我们的水？都是，这两个都是，这两个高楼。哎，正好是这酒喝完了。有劲吧？对，我们两次晚上还有一局，得防空了大。哎呦，你们那必须啊！你们两个同时出现，那必须。哎呦，防空了大。金哥，多听烦会儿，等点啊！我已经，我没睡觉，我起来问他了啊，我睡了多少？他说睡了二十分钟啊，晒醒的，哦，老热了这个地方。我们睡了多久？1个小时多。嗯，还有多吧。小许啊，小韩睡多了。老朴还以为咱们来五个呢。睡起来紧看桥哈，桥，看桥是20米前面大门。对。
到了那个首都平壤，就和刚才周围的景色完全不一样。刚才一路的景色都没什么变化，一直都是农田啊。哎呀，颜色好彩啊哈！嗯，他们的楼都是五颜六色的，这种颜色就很有那种就是粉色居多，就幼儿园那种的那个颜色。好惨了。我们的生活像太阳嘛。啊。挺好看的。热。我对你的审美表示怀疑。哎呀，就挺好看的。颜色挺多的。对啊，颜色挺好看的，这样。这个色系就挺搭配的。色系就。